为了方便用家外出的时候，可以为智能手机或者平板电脑进行充电。 A-Magic 推出 Max Light 行动电源，来自 6000mAh 电容量，外壳以合金物料打造，厚度只有 8mm， 设有单组 2.1A USB 接口输出，适合不同的行动装置充电，减少手机或者平板电脑突然间无电的情况发生。 A-Magic Max Light 行动电源以扁平设计，面积大约为126×61mm， 厚度为 8mm， 而重量亦只有 157g， 外形纤薄小巧，方便用家随身携带。设有四种颜色选择，分别为黑、银、蓝和绿色，而迎合不同用家的喜好。外壳以合金物料打造，能够抵受一般撞击。设有一组 USB 和一组 Micro USB 接口，最高能够以 5W1500mAh 输入充电，输出部分透过 USB 接口，最高提供 5W2100mAh 输出，无论连接手机甚至平板电脑都足以应付。选用锂离子聚合物电池，来自 6000mAh 电量，较以往锂离子电池拥有更高安全性，而且内部的电解质为胶状，即使外部封装爆裂，亦不会造成电解液外流或者其他安全性的问题，亦不会发生爆炸的情况。设有电量显示灯，只需按下产品上方的按钮，显示灯就会亮起。当产品充满电量的时候，会显示出绿光，中电量则转为蓝光。如显示灯发出红光，则代表产品只剩下少量的电量，提示用家充电。除产品附有收纳袋，除了可以保护充电器之外，亦可减低刮花的情况发生。针对大部分 Android 手机用家，充电器设有一组 Micro USB 线材，可为手机或者 Max Light 充电。另外 Apple 的用家，只需加上附连的 Apple 30 pins 转换头，即可以为产品充电，方便使用不同型号装置的用家。